接下来是第22号参赛者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童博文所带来的 Velocity。
现在到22组，接下来呢是第23组到第35组的试音。那一样哈，先请前三位23、24、25的同学参赛者先到左边的等候区等候。好，那。